前滑步主要是用于进攻对手，前脚先动，然后后脚随时跟上。那么后滑步主要是用于防守躲闪，后脚先后撤，前脚随时跟上，都是贴着地面去移动。好，接下来是左右闪步。左右闪步主要是用于躲闪，左闪步先动左脚，右脚跟上，右闪步先动右脚，左脚跟上，